大家好，香港呢现在又在搞这个民主运动，对吧？针对这个六四事件的这个血腥的六四屠杀事件，争论不休到今天。现在呢，我做出我的决定啊。六四事件，邓小平承担一切责任，就不要再过分深究的相关责任人了，将邓小平家族所有成员的所有财产全部罚没，啊，收为国有，把邓小平家族所有成员从这个中国轰出去，轰到澳大利亚或者前往美国，其家族海内外的在海外海内的财产，在大陆、香港、海外。所有财产全部收归国有，家族成员释放，离开中国。邓小平一个人承担六四屠杀的全部责任。好，谢谢。